Welcome to Cocoly, authentic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. 芒果有什么变化能说一下吗？芒果比往年都还好，体现在哪方面呢？果好、叶好、根好。然后这个果色也比较不错，是吧？是啊。然后大丰收了。大丰收了。嗯。这个是用了2到9颗粒，对吧？是啊。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。现在都有2斤半左右了。现在这个比起别家的话，这个病害也少。嗯。然后叶片。嗯，果子也亮。特别亮。 然后明年反正还得继续使用啊，是啊，明年肯定使用，肯定使用，对，巧克力全部使用巧克力，哎好，这就对了。像你看这几个果子，感觉就是那个果子跟旁边那几家比的话，这个果子的形状包括颜色都比他们好一点，是吧？果子细长细长的，看着舒服。哎好。